大家好啊，我是中原地产的 Tony Man， 今天又为大家介绍一个荃湾西我身后的一个金鸿工业中心一个优质的货仓的租盘，那就打算带大家看看环境。经过这个上落货区呢，我们可以直达单位的，那这个客列位置啦，还有可以货列的位置，那我上去分层走廊位，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单位。单位入面呢就有专用的洗手间，那因为本身有不同客户呢就需要不用那么大的货仓的，那这个都是3400尺左右的单位啦，那全仓的设计，那租客刚刚搬走的啫，那可以随时预约参观。那就单位在单位行出去呢就见到那个正门口，那我顺便介绍埋停车场的货台的上落客区啦，同埋停车场的位置啦。咁如果对于单位有兴趣的客户呢，就随时联络中原工商铺的 Tony Man 啦。